咗上次我就話喺 HEB 嗰度咧，即係 HEB 咧就係一間 grocery store 嚟嘅，喺 Texas 咧就好出名嘅。咁喺 HEB 度咧見到嗰啲賣嗰啲中國醬料嗰啲啊，咁咧就好多都空咗咁樣樣。咁今日咧我去大華，即係我去大華度買。全部冇曬喎，即係咧，我明明咧上次買咗咩剁椒魚，想再買翻嚟食咧，就已經賣曬啦。仲有嗰只即係嗰雞嘅膝頭軟骨咧，又冇得再買翻啦，因為已經賣曬。即係上次我有買嚟食啦，咁另外仲有即係仲有其他嗰啲，可能我要買開嗰只南瓜，因為我中意食。只咧就比較易，即係比較易整啲咯，就又冇曬咁樣樣。即係個胃可能人跟蹤我啊，即係有啲我冇喺 social media 講噶嘛，但係我點解會咁咧？我就覺得咧應該咧係被跟蹤啊嘛，所以咧即係咧有人咧發布消息，咁咧就變成埋曬。嗰更加唔好講嗰個桂花白糖糕，不論你中意食。紅棗咧就有啦，仲有好多喎，紅棗嗰啲糕點，但係咧桂花白糖糕，一聽桂花就知道係上海嘅上海嘢嚟嘅，所以咧上海嘢咧就喺呢個我哋呢個奧斯丁度咧就十分之受追捧，於是咧我就同嗰啲做飲食嗰啲投資者講咧，就應該咧投資開翻個功德林，即係開翻間功德林咧就應該。其實係素食添，係咪先？你素食依家即係你當係清腸胃啦。你即係間唔中，你嚟嗰排就成兩三個月先至食一次，咁啊等於清腸胃。兩三個月就清腸胃一次咁樣樣，即係我覺得都有得諗喎。即係咧，再加上依度冇依類咁嘅餐館嘅，所以咧絕對有得諗。再加上咧帶住上海菜嘅名，即係咧已經係名震江湖，仲係鼎鼎有名嘅功德林。應該即係招攬佢哋過嚟呢度咧，就開翻一分店，必賺嘅喎！依度一定係，無論係外國人、中國人乜人都好咧，都要去試下咁樣樣。即係不過由於點可以睇到咧，就十分之多謝大家支持咁樣樣啦。即係識我嘅人咧，知道咧，由始至終咧都係我出嚟咧講同埋做節目嘅，即係咧又唔似嗰啲其他嗰啲明星嗰啲咧，一個明星咧即係可能一兩年裏邊就換四五個人咁樣樣話係佢咁樣樣，因為 keep 住個後生嘅樣啊嘛，你知道嘛？因為人老咗咧，你個崩咧會有 enlargement， 即係你唔好講話下垂依個問題咁，即係同埋咧呢個頭皮下垂咧，你好難。就十分之重要，尤其是響依個市道唔好咧，就翻版咧就平好多嘅。即係咧，但係咧，我覺得咧，即係有錢冇買，冇錢冇唔好買咯，係咪先？點解要買翻版咁樣樣咧？即係就係每個人嘅心態都唔同，因為翻版有翻版嘅市場噶嘛，有啲係 black market 嚟噶嘛。即係我自己就咁樣樣啦。即係但係無論點都好咧，就多謝大家之前希望大家食咗之後咧，就一樣會越嚟越美麗，或者可以。某程度上面圓滿衰老，而唔單止係口味上面嘅滿足咁樣樣。另外咧，有一點咧，我要即係同大家講啊，係啊，仲有咧，我上次咧話我嗰只土瓷貼咧就賣曬啦，即係我介紹咗，即係嗰只土瓷貼，咁咧就賣曬。我就喺 social media 講，同埋嗰只貼喺即係膝頭咁樣樣嗰只藥嗰只。patch 即係又係用艾草做嘅，就係有薄荷同埋 keto 嗰個咧，
就試過，即係土瓷貼咧，其實真係幾好嘅，即係佢嘅藥力咧就冇話十分之強咁樣樣，但係應該係我第一次用土瓷貼喎，但係我覺得佢係可以幫我瘦肚腩咯，因為咁啱我就減肥啊嘛，即係你瘦咗肚腩嘅話，你自然就瘦埋你嘅 size， 但係又唔會影響你個胸部咁樣樣，所以如果大家減肥想局部減肥嘅話咧，可以考慮一下用土瓷貼，但係咧你哋一定要喺清楚嘅情況底下咧，先至好使用呢個土瓷貼，就唔好咧就過度使用，或者係即係犯咗一啲禁忌咧都去用嘅，即係咧呢啲你要有啲知識咧先可以用。即係又講開嗰個有 ketone 嘅艾草 ketone 嘅，同埋 peppermint 嘅，即係護住個膝頭嘅。用到 peppermint 和 ketone 就比較寒一點和凍一點，即是有效，但是感覺上面就不是很舒服，但是好像我說的你 feel good 不代表是一定收到實際的治療效果的嘛，是不是？即是我在不 feel good 的情況下我都用了，但是發覺的效果很好，即是我用了一次就沒有再用了，即是定期用都應該可以 preventative 的，所以就什麼咯。另外呢，我就又要講，即係我哋啲生活喺海外嘅中國香港人，即係我以前讀書呢就好重視公民教育嘅，咁呢就即係咧成日讀到嗰啲，即係由五四運動開始就讀嗰啲德先生、蔡先生嗰啲咁嘅嘢，即係咧我哋嗰個年代咧讀書。即係讀書嗰班人咧，就比較有公民意識啲嘅。即係咧，我哋即係好似我咁咧，即係去到海外咁樣樣，咁你有時都要顧及下，即係點樣可以，即係都做一啲嘢，咪貢獻翻俾自己。即係無論自己嘅出生地好，或者係即係成長嘅地方都好。所以咧，我又唔會話無端端咁去推介啲嘢，我只係想講話。即係我覺得做人咧，就去到海外咧，都應該要盡一分力嘅，為自己即係曾經成長過或者係出生過嘅地方咁樣樣。咁所以我覺得蘇花嚟講，我覺得即係再加上我做啲嘢又得到支持咁樣樣，所以我覺得都幾好咁樣樣啦。當然，即係通過即係推廣中國食品嗰方面咧，我咧就唔知點解近排咧就風生水起，即係但我冇收錢。即係我講到明，我做嗰啲嘢就唔收錢嘅。咁另外咧就係話，如果我有收受利益咧，我咧會同大家講。即係咧，即係除咗講呢個推廣呢個中國飲食，即係我香港飲食啦。即係我已經食咗咁多年啦，即係我移民到外國有20年，即係喺香港25年，我真係食嗰啲嘢。即係我覺得你問我。食一啲好有治療性質嘅嘢，或者係好 therapeutic 嘅嘢，即係或者係食用一啲中藥材，加埋中藥材煮嗰啲煲嗰啲藥材湯啊，即係咧我哋香港人咧就
楚自己的情況，因為有些事你一定有 knowledge 你才可以去做。那就發覺即是否有效呢？我自己的人做事呢就比較持之以恆的。那呢我就講過呢，我由香港食到這裡，食到這裡都有30年的時間呢，我是有煲那些即是港式那些老火湯，即是或者是那些煲那些加了一些藥材的湯水那樣樣，即是再加上我以前呢，我現在就不吃豬肉了，即是再加上我以前呢就不吃豬肉，只是我個人的選擇來的，沒什麼特別的意思的，即是呢長期咁樣樣嘅話，就變成冇效都變有效噶啦嘛。即係你短，你間中食下呢個唔食下嗰個，就算嗰樣嘢有毒，你都冇乜事噶嘛。即係你長期係咁定期食嘅話，咁啊變咗會有問題咯。咁另外咧，就係有啲人咧就問，即係有啲嘢你講出嚟，唔知大家信唔信？即係你問我。就同即係一般人咧，可能有啲唔係好相同。但係你問我食嗰啲嘢有冇效咧，絕對有效。即係咧喺某程度上面咧，唔單止維持，你仲可以作出一定程度上一定程度上面嘅治療嘅。因為我自己咧就做治療師噶嘛，我喺其他人嗰度咧就即係試過啊，佢哋有病，譬如有一啲嘅配方咁樣樣。四種嗰啲，譬如好似有嗰啲高血壓咧，尤其是好容易就腳腫噶嘛，即係都收效噶喎。即係你話有冇效啊？絕對有效啦。即係你長期食咗之後，咁你停一段時間都係仲係有效噶喎。所以咧係絕對有效嘅。即係如果你先天好嘅話咧，即係有一啲好嘅基因，即係喺抗衰老嗰邊咧，咁你就可能唔使話即係咁 strictly 去 follow 某一啲嘅例如你如果飲湯煲湯咧，即係你可能係講緊一個 maintenance 嘅，你湯水係比較稀噶嘛，即係你 essence 咧就比較 concentrated 嘅，即係你某一啲嘅嘢咧。你是定了即是譬如好像 600cc 咁樣樣，即係唔係 600cc， 600ml， 因為咧我就用 buy dim 嗰個 kettle 啊，即係一人份量嗰、那個，即係 buy dim 嗰個咧，譬如你煲到600，即係你個水去到600，可能你的藥材要去到250ml 嘅，即係嗰個高度啊，即係 depends 你咩藥材啦，即係唔係叫你斬碎佢。
啲有效咧，你又睇下點樣花幾花幾心咯。如果你花幾心啲係 quality 好嗰啲，可能十片就得，即係十片喎講緊。即係咧，你如果 quality 冇咁好嗰啲，你可以用緊十五到十八片嘅喎，你知道嘛？即係你嗰度咧有咁嘅份量，然後你咧就去煲，即係你又加啲乜嘢去煲咧？譬如好似我就唔知啦，你剁碎嗰啲，即係斬件嗰啲骨頭又好，雞又好，乜都好，牛又好。你煲咧，我咧自己咧就教四十五分鐘，我教完四十五分鐘之後咧就，因為佢有個自動恆温加熱噶嘛，佢四十五分鐘煲完之後咧就，第二朝咧我咧就我嗰晚就煲啦，煲四十五分鐘，然後佢自動加熱咁樣，即係自動保温咁樣，咁第二朝咧就飲咗佢，咁啊人都精神啲，氣都好啲啦。你覺唔覺得我因為講嘢大聲咗？因為我飲咗幾日，飲咗一個禮拜。即係咧係咪唔同啊？係唔同噶嘛？即係一個禮拜裏邊咧，我有四日咧就飲花旗參。即係咧就係嗰個方法。你啲唔係淨係花旗參，你可以加譬如好似加啲淮山啊，加啲淮山咁，加啲金針菜咁，又蓮子百合，即係類似呢啲咁嘅嘢啦。你計個份量，即係計到你加到差唔多三百二百五十到三百百 ml 咁樣樣，我就加十八片。因為我買嗰只咧，仲係比較差 quality 嘅，但係平嘅花旗參片，我就加到十八片，咁咧先至收到咁嘅效果。即係講嘢大聲啲啦，有中氣啲啦，即係冇咁氣喘咁樣樣。即係大家可以試下，即係你用耐咗，即係用咗幾次，你會慢慢調節到嘅。即係但係我講嗰個通則就係咁樣樣，你可以加膽細菜噶嘛。咁另外咧就係、是、煲豆湯，我曾經講過咧，以前咧我去過一間 massage 店做 massage therapy， 嗰個由中國嚟嗰個護士咧，即係咧佢就同我講，即係咧我可以咧就煲嗰啲綠豆加綠豆水加，然後加維生素 C。我就冇煲綠豆水加維生素，所以我就綠豆水加 collagen。咁 collagen 入邊都係維生素 C 嘅。咁即係問題係你煲呢個所謂嘅綠豆，要煲幾耐？到底煲到成沙，定係只係出水？即係出水你要出幾耐？即係你只係只係個皮嘅啫喎，即係你可能只係需要個綠豆外皮咁樣樣就得㗎啦。不過其實綠豆外皮好寒。即係所以呢度係有一個考究喎，即係咧我自己煲豆咧，我有時都飲黃豆，所以你黃豆咧有啲比較 arguable 咧，就係有嗰、那個即係話會影響荷爾蒙誒嗰啲，但係我覺得我飲咗黃豆水，我嚟月經又會痛，即係依樣嘢好重要。我就喺嗰個 app 度買嘅，咁我就想講咧，我咧就煲黃豆咧就加小米，因為我唔加糖啊嘛，我唔加糖咪加小米，小米甜噶嘛，有啲甜甜地。講開小米，依家啲人又唔食糖嗰啲咁啊，同嗰啲即係做生意嗰啲人講。又有益又補充益氣噶嘛，係咪先？咁你將佢加到，即係你將佢提煉成糖，咁啊大俾人搶住買啦，小米糖咁樣樣。咁係咯，我唔知幾時有喎。如果有，我都會買嚟試下嘅。咁即係我就黃豆加小米咧，就煲十分鐘咁樣樣咧就飲噶啦。即係你飲嘅份量幾多咧？其實啊，巴點嗰個咧，你最多咧就係有時有一啲咧，你只可以去到500，有啲咧就可以去到600 ml 嘅。所以咧，嗰個說明書嗰度咧就有講點解我買呢只啊？我中意佢嗰只顏色咯，因為我嗰只係嗰只綠綠地色，就好似肉嗰啲綠色嗰啲咁嘅，即係我揀咗嗰只。咁我見到佢幾靚咁，即係 creamy。
度咁咧，我就熄咗佢。咁啊飲咗佢。第二次咧就煲十分鐘，又熄咗佢，又飲咗佢，即係佢有嗰啲自動掣俾你揀嘅。咁咧就因為我覺得咁好方便咯，咁啱佢啲度數嗰啲又即係嗰啲時間啊，即係啲嗰啲水温啊嗰啲又啱喎，即係煲出嚟嘅 concentration 又啱喎，你煲出嚟之後仲可以焗。自動恆溫咁樣樣又可以又啱喎，所以咧喺所以依啲即係 multifunctional 嘅情況底下，又或者 utility 嘅情況底下咧，我就買咗佢，即係就咁樣樣飲啦。即係你可以加杏仁粉嘅，其實因為你加杏仁粉咧，咁可能你連糖都唔使落咁，因為有一啲出邊買嗰啲杏仁糖杏仁粉咧已經加咗少少冰糖咁樣，咁就可以飲咁樣樣。即係又有效喎，即係有時又煲啲二米又紅薏米同埋白薏米啦，又黑豆咁樣樣，即係青人黑豆。即係你問我有冇效，我絕對有效嘅。咁咧，即係咧，我咧就未至於日日飲，但係一個禮拜都飲四次起碼咁樣樣，即係好方便噶嘛，係咪先？即係咧，我講過咧，阿 James 噶。咁咧，我見到佢嗰陣時候，佢已經87、88歲咧。哇！佢啲皮膚好到，絕對難以相信咧，即係好似仲係好似 baby soft 咁樣樣嘅。咁咧，佢除咗眼呢度咧，即係比較差啲啲皮膚，即係冇辦法啦。你百幾歲想點啫？即係你呢度呢啲咧，完全冇皺紋嘅喎。佢即係咧到佢93歲去世啊嘛。到去世之後咧，其實都即係佢身邊嗰啲。即係嗰啲街坊啊，都成日都講起佢皮膚點好，即係佢出名就皮膚好。佢咧就同我講咧，佢咧就日日咧就飲薏米水，但係佢用燉嘅方式，但係我覺得用呢個方式都得啦，用嗰個煲咁樣樣煲，咁即係佢咧就用燉嘅方式，就燉咗之後咧就飲嗰啲水啫，佢淨係飲嗰啲水，佢就冇食豆，即係你要食豆都得，咁。即係睇情況睇需要咯，咁同埋你要睇你想佢煲得粉啲啊，定係煲得只係外邊啲功效又唔一樣咁，大家要知道。所以即係不過呢啲試得多就會知道自己邊啲啱自己同埋咩嘅，咁係咯，同埋即係佢就咁樣樣就保持得好好咁樣樣，即係又好白。講真咧，薏米咧都有好多咧，豆咧就有好多嗰啲維生素 B 嘅，維生素 B 咧對皮膚十分之好，即係咧又根據好多嗰啲書講，維生素 B 咧就係唔可以儲存喺體內太耐嘅，所以咧要成日都去補充翻，所以咧佢個皮膚咧就特別好，但係我真係同你講佢冇整容，雖然佢九啊。衰退噶啦嘛，即係，但係佢皮膚仲係好好，好有光澤噶喎，即係眼度有皺紋啫。不過我想同大家講，哎呀，最近咧發生一單嘢咧，令我覺得好感動。我因為睇嗰個台灣節目，即係咧就係成日講啊啲美容嗰啲，有時教人刮痧點刮嗰啲咧，即係你知唔知我幾開心咧？原來咧有一啲主持人咧曾經咧到訪過奧斯丁咧嚟。及不及我咧，就睇下係咪傳聞中咁樣樣嘅。即係咧，你知道啦，買 Farmers Market 買嘢啊嘛。即係好似我依啲咁，即係你冇必要揾一個，我又唔係明星，係咪先？唔需要揾幾個人嚟扮我噶嘛。即係加上我脾氣臭，當任意扮。即係啲天生噶嘛，係咪？即係另外咧，我就想。做的一些基本通則來的，所以就大家可以不妨參考一下，由加減製
住咧，我咧就留。住佢個名字都可以係做到銷售榜嘅 bestseller， 咁更何況係佢出書，尤其是你出嗰啲 health and wellness 嘅書咧，審查性應該少啲噶嘛，即係比較易入嗰個市場，同埋得到接納，即係佢應該被即係審查嘅機會唔會咁大同。錢又少了，因為你沒有工作嘛，你就算政府派錢給你，你都是不敢花的嘛，你除了花那些必須的之外，那你又令到那個錢的流通就越來越少，因為你要成個 multiplier 的，你記住，即是又越來越少，即是當然啦，我在 social media 說就說，其實現在很多那些便宜的地方可以選擇，即譬如好像在奧斯丁那些這樣，你在一個 headquarters 這樣你賣了 San Francisco，隨時地震噶嘛，依家係咪先？咁不如搬去內陸咁樣樣，咪仲安全係咪先？你地震又會 tsunami 噶喎，係咪先？你損失好大噶喎，即係就算保險肯賠錢俾你，去再收過都費時失事。咁點解你唔趁呢個時候就搬去？即係譬如好似。就不應該轉嫁給政府啦，是不是？即政府已經，為什麼政府要高利息政策呢？即表面上面是壓制通脹的問題，是他們是希望呢來到用強勢美元呢來到減少他們自己本身的負債，我覺得，所以呢又沒有將這個問題唯有是靠某一些好一些的城市，
我覺得應該，我覺得對，預期即係 cut 75% 嘅 production 嘅話咧，不如搬過嚟，搬過嚟咁樣樣。其實而家搬過嚟。所以也都有利的，即是對做很多事都，所以我覺得不妨考慮一下這樣，即是也都避免了，即是避免了一些痛苦，或者將要來的痛苦，再加上現在地震頻繁，加州地震頻繁，地震多幾陣可能有tsunami 這樣，不如作一個了斷，就是搬過來算了，這樣是咯，希望是这样，但是不知道这个世界会不会因为我的希望这样会变成事实的，即是你这个世界会